亲爱的工友们，大家好，工作辛苦了。大家在工作之余是否曾想过，我们背井离乡，我们用青春、汗水、血与泪换来的是什么？工资。不错，是工资。像我们厂的话，它做的货是比较杂的。但是这迪士尼的也是一个大客户的。在制作这本书的过程中，就有好多机会会出现工伤，像搞这个皮革的时候，他会用一台机器去压这个边，但是这个压边机上面没有任何安全的装置，要靠你很小心，因为像这一类的书就是很小，我们去压的时候，这个手跟这个压边机压边的位置，它是钢板离得很近，我们放进去的时候，如果我们不小心，我们手指头就会连这个书边一起被压到。在做这个酥肉过胶水的时候，在这个过程中，这个包括制作皮壳这个过程中，因为要把色纸，它是一个不停旋转的一个胶水机，然后我们就会把这些东西这样用手工操作着，这样进去，然后这样手拉出来，它在转动着，我们在操作的。如果不小心，这种材料跟我们的手会一起被卷进去。外国人经常来这厂里来参观的。验厂的时候，他说，我想我们厂应该是那种复印了事的。来之前，大家那个厂里的那些领导啊，就会通知我们，拿一些资料给我们，就是比如回答一些问题的时候，就是要我们拿给我们背啊，可以说是背的了。然后他会首先会警告你，千万不要乱讲话。七天从来没睡好过，是因为人家要多菜，要喝酒，要热闹，而我们是要睡觉。你又没法跟人家说啊，你吵得小声一点。星期天是人家休息的权利，你说不出口，但是你晚上要上班。那平时我们上班都是，不是八点半的班是吗？一般都是8:15进车间，那本来是7:30的班，7:45打卡，然后是下班是7点。中间有一个小时吃饭时间。好，那就是我在混印厂里做了差不多有1年了。你要提前多久多久到车间？如果没有照他说的提前那个时间，然后也会被很凶的责备。狗屁加班！每次以前我们过年的时候也是干了好多，10个多小时，12个小时，说过完年补给我们也没补。还有夜班的休息是很大的一个问题，夜班休息它就是没有一个让你休息的地方，中间有一个小时，有差不多同时有1-2千个人上夜班。在晚上大部分就是在夏天还好一点，在很冷的冬天，我们就只能坐在路边，就那一个小时很难熬的，就坐在路边等着时间。就是上夜班的时候，他突然因为停料啊，因为一些别的原因造成你没事做，他会给你下班，然后会在深夜里2-3点，好了，下班了，你走吧。但是这些工人呢，又住在厂外，有的住得很偏僻，这就有很大的安全问题在路上。没有人考虑这个问题，也没有人想着女孩子在外面会遭受一些什么意外。最不方便的就是最不方便的，前天在这路口撞死那个是个女人，撞死了，我亲眼看到的。是混印厂的吧？是啊，我们混印厂的穿着这种工衣，那头发还扎在后边。我一看那头上躺了一大片血，我都没敢看，我就跑回来了。